我将除去世人对我所加的一切不义，然后我将统治全人类。不行，我不想让你们几个走那条路。劣等生物都可受益于我的主宰。当然，他被锁住了。呼吸声是否会让你们充满恐惧？我要来抓你们了！我是绝对不会让你们有选择权的。你死去就快了，上锁！我要亲手把你们的内脏挖出来。还没开始，立刻就要结束。毫无思想的存在，经我之手获得了价值。我不能把时间浪费在这么迟钝的实验品上。你的退路是什么？我要来抓你们了！你们的生命毫无价值。快，快，越快越好。但它还是不够快，是吧？